知不知道他叫嘉伟假扮导演这一件事来接近我，是一件很卑鄙的行为。我要的是什么？他心知肚明。你是不是利用我和他的关系来威胁他委托你？那威胁是一项很严重的控诉，你可不能随便乱用。原创强档《师出名门》，每逢星期之四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为你伸张正义播出。